我觉得工程师可能对于这样子的阵容或这个速度，我有点想不到啊。叫做大黄蜂。大黄蜂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黄蜂。大黄蜂。知道柯博文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柯博文？他是哪一个球员？他是一台红色跟蓝色的卡车。日本好玩吗？哎，周文鼎补进，哇，竟然没有人卡他。对方的区域员可以不断在外围传球，周贵宇，哇，一个守两个。那前面都怪田浩睫毛长太翘了。蔡文成，哇哦，今天有两次难度蛮高。下一次看到国豪跟辛巴的搭配啊。周文鼎被对方放投，哎，他有争气哦。对，那这有时候也是球员的抗压性啊。他刚刚说 OK 啦，是希望给国豪更多的压力啊。另外还有张根玉，这一次掩护是 illegal 非法。所以曾文鼎的经验呢，让辛巴今天在对位上面呢，没办法从他身上讨到什么便宜。可以看到鼎哥硬朗的胸膛啊。元浩在大房东面前，哇，被他发两次，一次传球，一次投篮都被毁掉。这时候也是找到时间让辛巴去调整体力啊。冠伦教练可能看到跟小胡一样的讯号，就是当辛巴。